太极刀是太极拳械中的著名器械之一，既保持了刀术矫健勇猛的特色，又刚中寓柔，柔中寓刚，行云流水，内劲饱满，一直深受大家的喜爱。九式太极刀是阿明九式太极系列的其中一项，主要根据一些传统太极刀和其他太极拳械的重点动作，又结合了武术中的主要刀法、基本步行、步法、手型、手法，巧妙地编排起来，既不失太极运动的风格，又给人一种刀法多变、身法自然的清新感觉。整个套路的特点是气势中正舒展，衔接进退相随，内容短小精悍，容易记忆，适合大众学练和养生健身的需要。现在我们先学九式太极刀的第一路。在学习套路之前，请先和我一起了解一下有关刀的基础知识。刀一般分为刀柄，也叫刀把、刀盘、刀身，还有刀踩四个部位。那么我们一般手持的这个部分叫做刀柄，前面这个圆盘。叫刀盘，也是护手盘，用来保护我们持刀手的作用，护手盘。那么刀身呢？看前面这个外弧的部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，刀刃。那么内侧呢是刀背，通常刀背可以用来贴身，那么刀刃是不可以触及身体的。好，前面顶端的部位是刀尖。刀刃呢，可以分为刀刃的前部、中部和根部，也叫刀根。那么，刀把的顶端这里叫刀顶，一般刀顶的后面要最有一块刀踩，这就是刀的整个结构部分。那么您了解之后，在接下来的学练当中，我提到刀盘或者是刀刃、刀尖，您就可以有所区别。九式太极刀第一路，不加起式收式，一共分为3组。我们先学第一组1到3式。现在看我做完整示范，预备，起式，第一式揽雀尾。第2式海底捞月。三是披针采兰。现在我们分解来做。预备的时候，我们左手持刀，注意左手持刀的方法：大拇指扣紧这个刀盘，食指轻轻抵住刀柄。那么其余三指呢是握住刀柄，搭着刀盘的部位。注意左手自然松垂，用刀背轻贴手臂，然后刀刃向外。 自然站立，右手松垂于体侧，刀尖向上，刀刃冲前。持刀的方法一定要注意正确。好，预备的时候，持刀自然站立，起势轻提左脚横开半步，就是和其他太极拳、太极器械的起势相同。第一是揽雀尾。 屈膝下蹲，两臂向外画弧外展，随后提左脚向前出步，弓步向前捧手。看，两手经体侧外展向前合，随前弓的同时向前搭手，两手相合，同于体前。那么高度是在与鼻同高。注意我们下肢的步伐，这时。 第一个出现的步的弓步，那么我们这个动作揽雀尾是选自吴氏太极拳、吴氏太极刀的动作。那么这个步法就是一个典型的川字步。注意我的脚下步伐，后脚的脚跟也是充分外展，前脚的脚尖向前，身体略有前倾，两手相合，这是第一个分动。上步捧手，揽雀尾的一，紧接着扣脚磨掌。 左脚内扣，向右转身磨掌，上步下捋，右臂向右下方捋带，弓腿前挤。那么这是翻手，手心向上，前挤。左手呢持刀相合，向前弓腿挤出，后坐屈臂，屈肘扣脚前按。 按掌向正前方起势的方向，按掌打出，收脚跟，注意右拳，右手握拳拉开，提到耳侧，上步搂手冲拳，这就是第一式揽雀尾。那么这个动作分为捧、捋、挤、按几个分动。好，我们就一起背向再做。预备，起势。 分开之后，屈膝下蹲，两臂外展，画弧，出左脚，两臂向前捧，合手相搭，弓腿前移，这是第一个分动。注意重心不要后移，扣脚，左脚尖内扣，右转身，跟着我做上步下捋。好，左手握住刀，右手呢向下捋带，捋到右腰侧。 翻手，重心落脚向前，弓腿前移，往前挤。好，这时是一个画弧，由左斜前方经前向右斜前方走一个外弧，然后屈臂托肘托到肩前，仰脚尖翘起，随后扣脚前按。好，接着收脚。 左手下落，右手握拳提到耳侧，开步，搂膝冲拳，这是力拳向前冲出，这就是第一动，揽雀尾。那么这个动作它的分动很明显，捧、捋、挤、按四个手法最后一个搂膝冲锤来完成。接下来第二个动作海底捞月。 收脚圈刀，蹬脚接刀，弓腿下截，这是左臂向斜后方展出。收脚，这是一个裹脑刀，落步下压，向上架刀。好，海底捞月。注意这个衔接的地方，一用以脚掌为轴收拧脚跟，一转体。 蹬，腿接刀，好，这是一个向下的截，右手接刀之后，斜下方截刀，收脚点地，眼睛追随刀，裹脑刀，落脚下沉，向上架刀，海底捞月，那么眼神去刀尖的方向。第二个动作海底捞月。 现在接着做第三个动作，劈针踩篮。好，重心仍然是在右腿，那么我们还是使脚转动，扣脚，摆步挂刀，向左挂刀，向右挂刀，两个挂刀，再上步，弓步劈刀架掌。好，注意左手的配合，来做一次。扣脚的时候，看。 一摆脚挂刀，左手是合到手腕处，右挂刀处仍然相合，刀向后走，手向前伸，架掌翻手，落步的时翻掌架于头顶。那劈刀的时候，力点在刀刃的中部，刀与手臂是平直的，形成弓步，身体立直。好，这就这三个动作。 现在咱们连起来做一次，看我背向动作，预备，起势，第一是揽雀尾，弓腿前蓬，扣脚回捋，前移，挤，后坐翘脚。 转体按，好，向左，转身开步，冲拳。第二式接刀海底捞月，裹脑下沉，架刀。我们去做第三个动作：一挂刀，二三劈刀。 好，这就是1到3式的动作的基本做法。那么这三个动作一定要注意。一开始第一个揽雀尾的时候，就是进入一个吴式太极刀的动作风格的表现。预备的时候，刚才提到周身要自然放松，持刀一定要注意，一定是刀背贴着自己的手臂，千万不要用刀刃来触及身体，这是不可以的。那么大拇指要扣紧刀盘。 控制刀，好，第一个动作非常简单，起势。那我们屈膝，当我们向下一松垂，手臂自然就要向外捧。太极运动讲一动无有不动，那么周身都要向一开始运动，手臂向外膨展。第一个，我们弓腿的时候，当我们虚步出脚，这是身体保持垂直中正，上下为履，相互对应是垂直的。 那么弓腿向前捧手的时候，就要做斜中寓正。那么这时我们就要把头顶到脚跟拉成一条斜线，略向前倾。这时这个度注意，不要过分前倾了，来略有前倾，两手相合。这时手臂的动作是要画弧撑圆的，哎，不要过分的夹紧，或者是抬肘耸肩，这样都不好。那么下面红鲤几按第一个捧。 当我们做捋的时候，这是一个虚步。凡是虚步后坐的时候，重心在后腿，我们都要注意尾捋的中正。那么，当重心向前弓的时候，就要是斜中寓正，后脚跟尽量蹬展，拧脚蹬展开，然后屈臂脱手的时候，前脚尖扬起，随后扣脚。那么这个动作它是一个前移后坐，虚实分明。 在练习的时候，一定要把上下肢的配合、上回的履带和重心的后坐、向前的捧挤和重心的前移，哎，这要紧密的配合，周身是非常协调、连贯的。接下来第2式就出现了主要的刀法。首先接刀之后，注意这里是个裹脑刀，裹脑也就是使这个刀贴着我们脑后缠裹一周。 大家知道，裹脑刀在刀术当中，缠头裹脑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刀法。那么这里我们就首次出现了。注意，在做这个刀法的时候，我们的刀一定要是纵向的，刀背贴着自己的身体，刀刃向外，贴身立圆缠裹。一定刀尖不要横向，不能做横向了。刀尖向下垂，刀把向上，刀刃向外，贴紧我们的身体后背，缠裹。通过转腰和松肩来完成。好，来跟我一起试一下。注意接刀的时候要顺达，一收脚，看这重心，左手向曲臂圈手，那么右手呢很自然的接住刀柄。好，蹬腿截刀，这时我们注意重心向下松沉，但是不能低头弯腰，哎，保持身体立直松垂。好，截刀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向下的截击，力点要准确，力点是在刀刃的前部。刚才我们在讲刀的部位的时候已经介绍过，刀刃前部，截刀，左手是自然的舒展开，松肩垂肘舒展在斜后方，向手心斜向下。好，注意收脚裹脑，看贴着后背，缠裹。上下落，这是一个松沉下压，然后再上架。那么这里它的攻防意识，一下截刀很明显是一个截击进攻的动作。那么裹脑呢是防守，防守对方身后脑后的器械的进攻。那么这是向下压是一个控制，向上的架刀是拦截，保护头部。架刀。注意一个重点，我们这个架刀动作的步伐，这时形成的是羽步。羽步也就是太极当中除了弓步以外，另外一个类似于弓步的步型。那么这个羽步呢，就是比弓步要宽，略宽，宽出一脚的，大约一脚的位置。那么两脚尖均是向前，哎，那么重心是偏向于前腿，这叫羽步。注意，这不是横裆步，也不是弓步，注意区别。头上方架的是刀刃向上，左手呢轻轻的扶在刀背上。好，这个动作重点的是裹脑刀。下面一个动作接触两个新的刀法，一个是挂刀，一个是劈刀。那么注意挂，顾名思义是一个挂挡拦截。做挂刀的时候，大家注意一定要使刀尖向后。刀身要尽可能贴身肘立圆，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挂刀很明显是拦挡对方的器械向我腿部，那如果太远了，这个位置也就不够真实，也就不够作用，不够明显。好，另外在挂的时候，我们的刀尖注意不要左右的摆动，一定要是向后走，这样才能走立圆。要求我们的肩臂要放松自然。肩膀放松，转腰，活肩松臂，这样呢，对我们的肩部起到放松、促进血液循环，也可以改善肩部周围的一些疾患的作用。好，那么注意在做的时候，一摆脚向左转体是左挂刀，向右转体右挂刀，用眼神追随刀尖向后看。随后再翻手上步劈刀，好，两个挂刀结束过后，劈刀也是先翻手，最后劈的时候力点要完整、准确，也就是刀尖注意不要上翘，也不能向下点，向下就是要点刀，这时是劈刀，那么刀身基本上是平直的，与手臂是保持平直，身体是。中正的，左手架到头上，好，这就是第三个动作劈针踩揽。那么它这是动作的意境。第一个揽雀尾，哎，我们两手来回的揽捋，好像是在抚摸揽捋燕雀的鱼尾一样，非常的轻柔，非常的柔和。那么海底捞月呢？刚才讲到我们松腰下沉，这时好像是。月藏海底，俯身入海，哎，捞起月亮。这时整个动作路线是一个月牙形的弧形状态。手中的刀呢也是呈月牙形，所以我们练习的时候要配合整个意境去感觉，好像从深海中来捞取弯月，海底捞月。劈针采兰呢，这也是挂刀，也是劈开这个丛生的荆棘，表示这个针字。那么最后感觉这个劈刀的这个力量非常的完整，非常的有力，那么去采摘着珍贵的兰花，这是这个动作的意境。好，现在咱们再配合动作的细致要求和意境的感觉，我们一起再做一遍。好，预备，开始，起势。 雀尾，海底捞月，披针采兰。 第二组是4到6式，第4式黄蜂入洞，第5式横扫千军和第6式拜市。好，先看我完整做一遍。黄蜂入洞，横扫千军。 拜市，好，这几个动作非常简单，下面咱们一个一个来学。首先，黄蜂入洞，重心微后移，前脚外摆，后转身，圈扎刀，在扣步转体缠头，拦刀架掌。好，这个动作刀法很简单，但是有一个 大幅度转体动作，咱们背向的来，慢慢做一下。首先注意重心的转移，微后坐，前脚外摆，同时向左后转体。那么上肢是圈扎，接着右脚上步内扣，扣脚转身缠头，落步，弓步拦刀。好，注意这里这个缠头刀。 先是圈扎，然后刀尖向下缠头，最后拦刀。脚下步法呢也是比较清楚：1摆脚，2扣，3开步，完成一个转身转体的动作。好，下一个是横扫千军，这个动作比较特殊，是横向的运动。那么同时呢是两手合握刀。 而且加有腿法动作，好，先跟我试一次。左手握住，接住刀把，向重心右移，向右推扎，云刀，仰面，起腿，圈腿，落步，弓腿抹刀，再向左移，仰面云，移重心抹。 怎么样？这就是横扫千军。好，注意我背向的，跟我一起来做。咱慢一点，把上下肢分解，先做下肢。从弓步拦刀开始。好，重心先向右移，这时是推刀，再略微移回来，仰面云刀，同时提起左脚，圈腿，礼合腿，圈摆，落步，落脚弓腿。好，跟着我继续做。 移回来，再有一个移动，弓腿回来，这是整个下肢的动作。那么上肢呢？拦刀在体前，落手握刀看两手握的方法，右手是手心向上，左手手心向下合握。先，这是一个推扎刀，仰面云。好，跟着重心走，抹。接下来再迂回向左，仰面，再抹回来。好，上下连起来。一。 扎刀，云刀，好，移重心提脚，圈腿落步，弓腿抹刀，再来一、二仰三，拉回来，最后定式时重心还是在左腿。好，学会了吗？这是第二个，横扫千军。下一式非常简单，拜式。好。 那拜式这个动作，我们从对摆脚，那么重心在这拉刀，然后摆脚翻手，弓腿，这是一个拉刀，勾手，同时左手变勾手，勾肩向上，右手呢是拉刀，立在刀顶，刀顶的部位，刀刃斜向下。好，再来一次啊！一略为活步摆脚，转身蹬腿。 再向前上步，行进一步，眼睛是看斜后方向。啊，注意我们衔接上一个动作，一摆脚拉刀，好上步行进，重心保持平稳。好，我们把这三式连起来，坐下，从第四个动作开始，披针踩栏，黄蜂入洞。 跟着我做慢点，二、三，横扫千军，一，零，起腿，落，二，拜式，好，这三个动作学会了。现在咱们注意一下它的要点。 黄蜂入洞，它很明显有三个分洞，也就三个过程。第一是圈扎刀，第二呢是盘头刀，三是拦刀。这三个刀法组成了这个动作。那么圈扎的时候，注意我们手臂看由外向内相合，力点呢是在刀尖，刀尖的意识是向身后斜后去圈扎，刀身是平的。 这个动作可以说是一个平远，那么接下来呢，缠头的时候就是变成立远了。那大家知道缠头是非常重要的刀法，头刀和裹脑刀是相反。前面我们学的裹脑是由右肩向左肩缠绕，那么缠头呢是由左肩向右，是走另外一个半圆缠头。那么注意左手相合，然后。 拦手，最后接一个拦刀，哎，这缠头刀也是要放松肩臂，然后刀要贴紧身体，走立圆，这缠头刀。好，那么整个这个动作是一个螺旋圆周运动，非常明显，因此它叫黄蜂入洞，哎，好像黄蜂哎旋转飞行，钻入巢穴这种螺旋。好，那么一起来体会一下。 注意它重心的配合，一看略有迂回，略向后，马上就摆脚，但这时的重心我们不要有起伏，仍然保持平稳。好，一摆，看眼神追随刀尖向后，还是一个追随的感觉，向后，然后紧接着扣脚，那么这里是形成一个螺旋的旋转劲。好，再做一次，一圈扎相合，再开。 左手打开，拦刀。最后这个拦刀的时候，力点也是在刀刃的中偏后部，拦截对方的腰部，身体中段。好，那么横扫千军在这里是一个重点，也是一个难点。这里呢，它特殊的是两手双手合握，需要我们的身体上中下三盘要紧密衔接。 因为我们还有腿法，还有重心的移动。这里我们这个腿法是一个礼合的圈腿，在做的时候，如果是年纪大的朋友，可以腿坐低一点，不用过分的摆高，只要起到放松、锻炼髋关节的灵活性的作用就可以了。重点是我们的重心要保持平稳，这是最重要的。重心稳的同时，身体正，然后腿的高度可以因人而异。好，那么如何来配合呢？这里我们注意，这个圈扎的时候，一定不要用手去扎，是要用整个周身的力量，重心的移动，推着刀尖，这样完整一气，力量灌注了刀尖。回来同样的，看左右重心的移动，要保持平稳，不要上下起伏，身体端正。一看，抬头仰面云刀，云刀是两手，脚拧刀把。 使刀身做一个旋转，然后重心移回来，再抹刀。抹刀的时候抑住刀刃，哎，神情一定要非常的专注。好，这是这个横扫千钧。那么这个动作好像横向的运转，那么云抹和扫带，这个气势非常的庞大，好像是横向的哎，刀刃灌注。 能扫倒千钧重敌一样，这种意识，通过双手的合握和周身的配合来完成。下一个动作非常的有趣，叫拜式。那么所谓拜式，它是一个败中取胜，假装败逃。哎，所以看我们动作也是非常的形象，摆脚拉刀，看向回头看，向前行进。那这时呢是一个假装败逃。 对后敌人的一种躲闪，那么实际上它是一个另有用处，哎，暗藏杀机，紧接着为下一式的进攻在做准备。这个动作它是体现的是一个拉刀，注意拉刀这个动作，第一可以是用刀身来拦挡我们体拳这一个攻防含义，另外呢是用刀顶向前去顶打前方。 还有一个重点地方，注意勾手。勾手的时候，在传统武术中，向上一抄，勾手是撩起、拿住对方的器械，抓拿的作用。哎，身体略向前倾斜，紧接着行进一步，重心保持平稳，也是不要有过分的上起和颠簸。啊，这是拜式，咱们一起来做。这个衔接也是非常的紧凑的。 摆脚、拉刀、上步，好，那么刀身是略有倾斜。现在咱们把这三个动作再回顾一遍。第一个是缠头刀是重点，但是中间前面有一个圈扎，后有一个拦刀，三个小刀法，其中缠头是重点，形成一个完整的动作。看平原。 立圆又平圆，就是纵横交错，非常的完整。横扫千钧主要是手法尽力的完整和腿法的密切配合。注意我们做这个腿的时候，不要直着去踢，一定要由外向内走一个弧形扇面的内向内的摆。那么这时力点在哪呢？力点在我们的脚掌。 而不是脚的内侧，不是这样直着去摆，是用脚掌去圈打、圈摆，然后落下插步，再上步。那这样要求难度就略微有一点大。好，接着另一侧呢就不要做腿法，直接一个云刀、抹刀。注意抹的时候周身尽力完整，哎，气力、意识都灌注到刀刃上。 就比较好了。拜式的时候比较简单，那把重心保持完整，啊，眼神意识，你的攻防含义表现出来。现在咱们再背向的练习一遍，所以跟着我一起做。一，黄蜂入洞。 横扫千钧。赛事。好，第二节我们就讲到这儿。现在我们接着学第三节7到9式。第7式回马枪，第8式左右卧鱼，9举鼎推山和收式。先看我丸子做一遍。 回马枪，左右卧鱼，举鼎推山，收式。下面分解来做，第一个动作。 回马枪，从拜式的最后一动是左腿在前的拉刀。好，注意右脚向前一步，并且内扣扣步转体旋刀翻手，上步扎刀，轻轻的跟步，然后摆脚反腕挑刀。好，这就是回马枪。注意我们刚才这个步法。 后脚转过来的时候，这个步的不是弓步，是骑龙步。那么后腿略有弯曲，脚跟提起，哎，那么重心是在大约在两腿之间的部位。好，注意背向动作，再来一次。扣脚转体翻手，上步跟步扎刀，左手是收回，然后摆脚，看手臂内旋。 挑刀，翻手挑刀。好，回马枪这动作非常简单。第二个是左右卧鱼，接着跟我一起做。好，注意一，刀尖向下松落，挂起向上摆臂举刀，歇步压刀，起身扣脚撩刀，开步歇步压刀，这是左右卧鱼。 这个动作也是大幅度转体，动作非常的舒展。那么这其中也包含了几个刀法。首先，这个过渡有一个挂刀向上架，再压，这是一个压刀。然后转身是一个撩刀，再压刀。我们同样是把上下肢分解来。好，注意，首先看下肢动作，刚才的这个回马枪最后一动。 好，起身注意开步，上斜后插步，屈膝下蹲歇步。好，再起身注意落脚扣脚，右脚是一个内扣，然后再略微的向前横开横行，再向后插步，屈膝下蹲成歇步，这是它的步法。那么通过这两个转体的歇步。 完成了2次转体，好，那么配合刀法呢？首先，开步的时候是挂刀向左，向身体左侧挂刀，刀尖向左，两臂同时向上摆，插步下压。好，怎么样做到这里？那么这时刀刃是向下，向身体的右侧一个压刀，起身撩刀。 向前向远撩，开步向身体左侧压刀，哎，左手轻按刀背。就压刀的时候，刀身是也是平直的，力点压于刀刃的中段。好，我们连起来，注意背向动作，再来一次。看着我的刀从一挂向上，二压，看清楚。 好，起身，贴着身体走立圆，撩，开步，再屈蹲下压。好，这是左右卧鱼。下面第3个，举鼎推山，卸步压刀，注意起身，重心上起，也是扣脚刀继续向上走，然后走到体侧之后，做一个外挽花刀，看清楚吗？ 手臂外旋，刀尖向下，腕花收到腰侧，马步推刀，推刀同时左手是架于头顶上方。再看一次啊，我们转过身来，收脚点地，这是一个蓄力马步推刀。好，再来一次，注意连接这里，起身扣脚收万花上步蹬脚转体。 好，这是一个推刀动作，刀根、刀刃的下部，同时是一个马步，身体端正。好，最后一动收式，注意跟我做收式，咱们一起做完。好，向左微移重心，圈手缠头，摆脚接刀，上步，右手松落。 左手向前画弧，起身落手。好，这最后一个收式做完了，咱们再看一遍。这背向啊，也是重心微向左，略微移动一点，一个合手圈臂，收脚缠头，收脚同时合手缠头，摆脚接刀，看手屈腕。 合手，那么左手相接，向前落步，右手向下，左手向前向上画弧，那这是相反对应的。起身，那么手落身起，最后收脚还原，这就完成了最后一动。现在咱们背向把这三式连起来试一次。 回马枪，左右卧鱼，举鼎推山，收式，要注意这三个动作的要点。首先，这个回马枪，这里是扣脚。那么我们做扣步的时候，一定重心不要上起，两肩保持端平。那么这个意识呢，是随着刀尖，我们转体向左后方的一个旋拧，紧接着向前，好像用刀尖哎直击对方的前胸。那么衔接刚才前面动作，我们这个拜式。 假装拜肘向前一步，然后随后转身回刺，哎，这回马枪这动作非常的形象。紧接着再摆脚向前挑腕一个挑击。那么这里注意这刀法不要忽略了随后的这一个挑腕。它第一是松活手腕向前拧转拧进，用我们的刀向前螺旋前进。另外呢也是对前一个进攻扎刀。 的连续向前一个连击的表现，好，那么重心呢也是保持平稳，微微的一个摆步调整，哎，重心移到前腿了，为下一个动作的衔接又起到了一个承接的作用。好，这是回马枪，来，咱们再一起体会一次，表现出这个机警灵活的这个特点来。一，收到腰间，扎刀，哎，意识非常的。 劲力非常完整，通过腰身臂哎贯穿到刀尖上，然后根部向前反腕反手挑腕，好左右卧鱼挂刀。那么这个动作很明显是完全走立圆的一个运行轨迹，刀也是要贴身走立，不能横向，刀尖不能左右横向摆弄，要立圆向上。 下压，那么这里我们重心的高起和低落，哎，非常的有效的，通过高起再屈膝前蹲，这样来有效的刺激我们下肢经络，包括脚踝、膝关节、髋这些各个关节和经络的运行，来促进我们血液的流通。哎，那么整个动作呢，非常的轻灵优美。通过这个歇步，我们知道它是卧步，哎，左右卧鱼，好像是鱼儿在水中游刃有余的穿梭在这个碧水粼粼之中一样。所以形容这个动作的意境，它非常的优美。那么配合我们的刀法，刀法是与身体是紧密相连，刀身相随，身械一致。啊，连向外撩起下压。 啊，下的时候意识灌注到刀刃上，整个人盘卧下来；起的时候呢，又是舒展挺拔，这样来完成这左右卧鱼。那么这里的新的刀法挂刀，前面咱们接触过了，主要是一个撩刀和压刀。对，压刀的时候由上向下，由身体的起到蹲，那么周身的气力压于刀刃处。 转身这个撩呢，也是贴身向前向远，走力圆撩。另外一个压是和同一个是相同的，只不过左右相反。好，这是左右卧鱼。那么这一组里边的重点动作还有举鼎推山，这个动作非常，大家刚才已经看到了，它是一个蓄而后发，通过转身、万花收刀、马步。 推刀，那么这个推要求大家要有一个发放劲力的表现。之前的这个万花，很明显是拦挡、防守、拦截对方的器械，比如有枪杆或者其他器械向我肩部、身体这边进攻过来，那么我通过一个撩腕，哎，拦挡、拨开拦截，随后这是一个非常迅速的蓄力，然后用刀身、刀刃的。 根部向外推挡出去，那么这时推的时候，尽力是由周身蹬腿转腰，完整一气的发力，尽力灌注到刀刃上。好，那么之所以叫举鼎推山，那么举是上举上架，这个手臂要撑满架圆，不能松落干瘪，要架圆好像能举住千斤顶一样。那么这是推，是推倒大山的劲力，周身要完整，马步的步行。 和中正的身形都要表现出来。好，我们一起来体会一下这个举鼎推山，跟我一起做啊。慢点起身，万花，万花的时候贴身立圆，蹬拧发力。好，最后一个收式动作看似简单，但也是重点的刀法和太极的韵味都含在里面。缠头刀前面已经接触过。 缠头贴身，看刀背向自己，然后刀刃向外，缠头摆脚。我们一合手，随即准备接刀，左手接住之后，右手自然落，同时右脚向前落步，画弧，啊，非常协调。起身，最后接刀收势的时候，仍然保持刀刃向前，刀背向内。 这样比较严格规范。好，再请您和我一起把这三式连起来，我们背上的做一遍。回马枪，地点要准确。左右卧鱼。 举鼎推山，收势。用佛光影音发展有限公司，凭借雄厚的实力和高素质的人才，源源不断地向广大观众输送精彩无比的节目，满足观众无限多样的资讯需求和娱乐享受。百科全书 VCD 是我们公司的一大王牌，它集知识性、娱乐性、趣味性于一体，精彩节目一浪接一浪。百科全书 VCD 为您全面奉上。 百科全书VCD，肯定有一款适合您。